下吧，帅哥是汉堡吗？来一个吗，兄弟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来一个吗？往右跑，往右跑。你应该去的是华新桥。华新桥，我看数字嘛，还是什么？看数字，之后还有别的颜色和别的数字。什么？目光所及之处即是密码。11、5、18，我哎，啊，怎么变来变去的？ 这里吗？是这，就是这里啊。我们把坐标已经圈出来了。能不能分析出来吗？看看啊，6、5。我觉得可以撤了，他朝这边走了。猎人来了。 真来了，真来了，真来了！不敢动，这里，看，第一个是什么？65。您是在去开片会馆的路上吗？对，然后我们结伴而行，结伴而行，结伴而行。行哥，你那个球看出来了吗？不告诉你，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 而成队目前依旧只掌握了一组线索，再不抓紧获取线索，离全军覆没也仅一步之遥了。哎，金泽，你说。哎，我猜这个镇武市这个地方，它闪了好多个颜色，有红色、黄色、白色、紫色。妈呀，这么多数字吗？我觉得可能就是挑咱们队的颜色看吧，有可能。然后我看到有一个黄，它这个也不算橙色，这个黄色的5和11。喂，你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对。 1900，不对，1900，哎，加减法，不对，这个，因为5位数1900是4位了，他们。我知道了，1900不是4位数，1900就是说不定就是1位，就是7点的7的意思。因为我这都占了4位了的话，他那儿还有两个地方的线索还没拿，5位数，密码只有5位数，我这不可能一个线索就占了4位数的。危机使人脑力大开，苏醒破解出了一个关键线索，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挤一挤就没了。马车快开到了，我天！ 究竟谁能成为那个摆脱时间和猎人的救星呢？哎，这不就是一个中文7吗？7吗？就是7。哦，OK，对对对对，7。嗯，好聪明。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拼出来1900，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球，它上面有很多的数字，但是我们判断可能跟我们有关的应该是紫色的，然后紫色的话有2和3。 会不会是谁的生日啊？90年，90年。那我们边往那边走，然后等会儿反正这边破解出关键线索的子队决定出发碰碰运气，而另一边，比如说老姚再给我一个数字，我就可以去试一下。时间还允许成队碰出运气。对呀，只有5跟1啊。1900是这个地方建造的年份，有可能。转圈，转圈。 19007月23，对不对？
但是这样就超了，应该是几几年的几月份也有可能。1923年的7月，危机再次使人脑力大开，是不是？何运臣推测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密码。另一边，啊，老姚，苏醒也等到了他的最后一组线索。你刚有看到任何数字吗？成色就是5跟1啊。5跟1？对啊。你确定吗？你看，这儿还有1分钟了，我得去拼一下了。那边呢？那边我都翻了，我。确定吗？确定，就这两个。751，那我得试一下了。错误，再见，加速队员们。怎么回事？又回来了，又失败了。我都觉得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又老了很多。有什么进展吗？受得了鸡，这一幕我好像梦到过。等一下，会复活一个队员，吃一块鸡，然后会有一个猎人从里面冲出来。这回要准备好了，还没到这个环节，还没到，所以这回要准备好了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欢迎欢迎，这是怀来市穿越时光送来的福利礼包，想要复活谁，让他吃一口怀来市就能充能复活再出发。守护最好的延期，复活这个，他这个数字跟之前阿拉伯数字不一样，我理解是7月份。来吧，我们先复活我好不好？我已经很迫切了。大爷，活，想要活，先跑为敬。哎，别，哥，报警！来来来，我不管你了，哥，走了。来了，来了，加油！你是最棒的。